最大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杨琴。像我平常啊，很喜欢就是洗完澡的第一个步骤，洗完脸、洗完澡的时候就敷上一片面膜。那有时候我在敷这一片面膜的时候，前面就会上一层薄薄的油，就是很薄一层上去，然后再加保湿面膜上去就可以保水，整个都保住。而且面膜我们用完的时候千万不可以浪费，它的袋子里面还是有很多精华液。然后呢，精华液呢，这时候我就会倒在手上，然后拿出我的小道具，瘦脸小道具，然后就开始这样子推，这样子按。而且非常重要的是眼睛，眼部的周围要用按压的，可以让你的眼睛更明亮。再来，我就会用我的自白肌特浓保湿化妆水，我就会把化妆水倒在手上，倒在手上，然后再轻拍，拍整脸，大概就这样子拍。而且其实拍化妆水用拍的有个好处，是因为可以促进你的胶原蛋白的增生。那最后一个步骤非常的简单，所以这罐也是我最爱用的极润玻尿酸保湿精华霜，它非常非常的好用，而且它的质地是非常的保湿清爽不黏腻，这样就可以做一层，把刚刚所有的保湿面膜，然后还有化妆水，保湿化妆水全部都锁住。那最后如果你是做完这样的保养程序就要直接出门的话，再上一层薄薄的隔离霜在上面，然后这样可以有阻隔外面的脏空气之外，然后又可以让皮肤变得很透亮。而且这罐隔离霜很棒的是它有带有珍珠光泽，就整个让你的肌肤又红润然后又透亮。这是我最快速的保养程序。